即个刘先生嘛，对着非法的移工主动注意，表示采取无通报、无查处、无收费、无管制措施。啊，有2000多名移工的这婚姻观，即嘛有哪有设置国际注射站，免费帮这移工来注射莫德纳疫苗，第一天就来超过300个移工咯。量体温、领取号码牌，排队的人潮超过200人，差不多拢是婚姻观外籍移工，有滴要扩大疫苗施打率。昆林县卫生局选择西丽果菜市场临近乡镇，包括西丽、立伦和仑背，开设国际优先打疫苗站。头一天就吸引超过200-300名移工前来打疫苗。没有，都没有打。啊，好啊，今天怎么知道过来？啊，怎么会知道？有人呢讲啊。可能是在农田嘛，我搬运一些或者种植，可能说比较出众劳力的工作，所以西洛国菜场临近的这样几个乡镇，应该是这样的移工会比较多，以为他们不敢出来，结果呢，让我们出乎意料之外了。但是我们希望提供服务哈，防疫无死角。下列卫生所表示，这次专案免费来施打莫德纳疫苗，原本以外移工只有10多位，但目前政府针对移居外来人口，采取无通报、无查处。无收费和无管制，只要在专案期间前往指定处来打疫苗，特别因为安尼被查处。原本他报名的人数大概就是10位数而已，结果现场一看是绝对超过200个人哈。那其实我们就知道这些移工如果平常没有接种疫苗的话，有可能会成为一个防疫的死角了。今天多少人一起来？你们三个一起来。那你们平常是在工厂吗？还是？没有，好。昆林县卫生局表示，经过初估，县内大约2000名移工有施打疫苗需求，会先选择西丽、仑和仑背开设打疫苗站，主要是考量这区域季节性的农业移工较侪，会当就近来施打。会先观察这3天的施打状况，然后小个需求，会向农业处、劳新处再来延年开设地点和经办场处。记者吴宁报道。